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地平线：期待黎明》。怎么这么多啊？之前这里有这么多吗？觉得好像不管走哪里都要站，好吧，只好。你还能跑？啊！等等等，太久没打了。回不了家，上不去了，整个被守住了。我看看做做药水好了，有没有足够的药水？也太穷了吧！不妙，远远的烧好了，保命要紧，快死了。附近有没有药草？没有，没有药草。应该就死了吧。再烧一次。快死了，还没，还好我扶他两肩。我刚好像有看到一个资料放在那个岩石那边，我去拿一下。这边吧，我刚刚躲在这个草丛，然后往这边看，哦，有，看到了。广告，轻松办公室发送的特殊讯息。公开记录显示，您拥有或经营一家音乐厅、中型戏院、
球赛场地、会议中心或其他场所，或您隶属上述场所人力资源部，请您拨冗考虑将业务分包给轻松办服务公司，为您的下一场活动提供保全。机器人保全小组安全有效率，又能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以下是对轻松办服务公司的满意客户好评。轻松办的机器人很棒，活动比以前顺利的多。安哈金斯史特林马尔基特球场，这球场好像在哪里听过。刚更换保全供应商的时候，我本来有点担心，但这次的经验好得不得了。只要轻松办机器人送到府，活动就万无一失了。雷克鲁森，圣地亚哥现象企业。轻松办服务公司太赞了，他们派来的小组让俱乐部安全无虞，而且保全不会跑进舞池，强烈推荐。奥兰多派克梭郡俱乐部。不要过去，那个打得很痛，那个红眼守视者。生疏啦，安安加百列。刚刚被锯齿兽打了好几下呢。好，只能不会这样子了。继续前进，The world beyond the sacred land. I need to find Olin and learn everything he knows. Who the killers were, how they saw me through his focus. Who the woman is, the one who looks like me. Why they want me dead. 等等，现在我才出圣地。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圣地是这样，这么小一块，就原来整个都是。我现在才出圣地，看来我搞错非常严重了。沿路我去这个场景兽好了，看一下地图。When I catch him, he will talk, and he will pay for all the lives he's ruined.这个误会可大了，我一直以为我已经离开圣地大冒险，没想到我还在圣母的保佑之下。往这边滑下去好了。看到你玩。你在玩这个就想到我的火线猎杀突然没办法登录，这个跟火线猎杀有什么关系吗？这个不是，难道是因为开放世界吗？火鸡，野猪，这边怎么这么黑啊？我知道现在是晚上，但是之前的晚上好像都比较带有一种绿色的色泽，而不是像这样子完全就什么也看不到。好暗哦！可行者，
靠近一点好了。这个我应该还没有办法覆盖吧。开地图收集宝物，解一些可有可无的剧情。火线基本上也是这样玩，才没有可有可无嘞。地平线的剧情安排的，我觉得很好啊。哇，打到什么东西啊？没扣血啊。怎么会闪？啊，来了来了。可不是也会扣血吗？ Ouch！ 好，近战近战，别站起来，好。先把盾爪清掉，你看一下，三只，三只才够。超级草丛，你看不到我。有四只哎、欸！这动作游戏的剧情不就是杀掉所有会动的东西？你干嘛讲成这样呢？我觉得那一群有点麻烦哎、欸。守护者过来，我需要你帮忙。过来，过来，乖。你可不要马上就死啊！
子了吗？好吧，我的手试着。哎，那边有什么在飞？这个是什么？找不到。好大一只哎！Got too much already. 我的包包是用满的，是不是？有点太满了，要找地方卖好了。记得我上次才清过啊。哎，那些机器不见了。我在那。啊，先点萤火。可以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千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